的颜色就是这个 orange 色，面料是很舒服、很凉爽的 cotton 面料。For 那些啊想要找 round neck 的、啊，不想要找这样子，不想，比如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是 U neck 的，这个是 round neck 的 ，OK， 它就是这样子 round 的，比较圆领的。你不喜欢刚才那个 U 领的，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啊 round neck 的就对了。袖子一样是这样子五分袖，然后一样是这样子顺修啊顺修袖口这样子修下来，所以穿在身上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的手臂是非常细的就对了。就像他助理讲，把你最细的那个 part 露了出来，最显瘦的那个 part 露了出来，其他的都包起来了。OK， 你要比较 bright 的颜色就有这个 orange 色。OK。比较少有的颜色啊，因为之前有很多顾客买不到这一个色 ，OK， 我身上穿的是白 cotton T 来讲，白的话就是白搭了 ，OK， 转后面你的在里面来讲哦 ，OK， cotton T 来讲，你要找一件白搭的搭牛仔啊，搭什么的，还是你搭配我这一件香槟色的裤子一样是搭得到。面料来先称给你们看 ，cotton 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，最小的码一样是从 M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L 的。OK， 装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啊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装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音，所以像我刚才讲，怎么取舍呢？这个款式。你这个 orange 色，你配搭一件黑色的裤子非常好看，还是配搭一件白色的裤子也是非常好看。可能待会这样子套上去啊， orange 配香槟色，你不想穿的太素的话，一样是配搭得到的。OK， 就看你们自己要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OK， 我身上穿的是白，白是 off white， 不是 pure white， 只是。我是穿 M， 助理待会也是会穿 M 啊，所以要看你们自己要穿出来。我穿 M 的效果是这样子的，助理现在出来也是穿 M， 你们看啊。对，我是穿得到 M 啊，这个。那么给那些说不想太不喜欢说，就是说贴身的，我就觉得你可以跟你的 size 会一样，就是可以带走 L 啊 ，OK， 可以带走 L。我现在穿的 M 应该讲还没有拉伸，一样是有空间，毕竟这个 M 来说。它可以已经到98了，然后拉伸的话是属于蛮大弹力的 ，OK。那么这样子的 cotton T basic 的款式，很多顾客他们会拿到一个码，甚至大两个码都有，只是符合他们平时休闲穿啊。所以说这个款式你的 size 和一样，你可以选择穿 M 或者 L 都可以啊，不会说，因为如果我穿 L 的话，就好像主播现在穿着 M 的感觉 ，OK。所以说不会说拿到一个码会很大，是不会 ，OK。所以说就看你想要你的上身的效果是不。我穿大一码衬衣仔裤给你们看，让你们多一个选择 size。一边变这种是说穿大来讲，不会说整体好像不好看不搭，是不会哈、啊、这样子。鲜艳的颜色就拿我身上这个 orange color， 会比较少厂家做这样子的颜色哈、啊，因为也是会可能是991P才会有，它是属于那种。非常非常出色，非常非常亮的颜色来的。那么怎么搭呢？毕竟它上半身已经很亮了，所以说我就会搭这样子黑色的裤子，让它压一压它那个感觉颜色，就整体看起来不会说好像太 over 的感觉。所以说你们可以搭大概已经接下来的这一个裤裙，可以搭这样子裹上板穿哈。Miss Yu， 好的，你的白色 XL 收了。来，我现在是穿着 L size， 然后我配搭回刚才黑色的牛仔裤 ，OK？Orange 色我穿了大一码，穿了 L size， 我配搭回牛仔裤，因为这样子休闲的，然后我就穿一件比较宽松一点的感觉，这样子来配搭 ，OK？ 裤是BTR 74，价钱是49，面料是很舒服、很凉爽的那个 cotton 面料，直接这样子配搭一个比较近色的，还是白色的，可以配搭到这件 orange 色。基本上，如果我刚才配搭这个香槟色是非常好看的啊。如果刚才我这样子配搭这个香槟色是配搭得到，就是比较下半身比较素的颜色，上半身已经是比较 bright 的，你就不要配搭回更 bright 的，你就这样子香槟
配 orange 色是配搭得到的，或者是配回黑色 casual wear 的话，你就这样子配搭回黑色的裤子。 OK， 我现在身上是穿着 L 衫，最小的码是从 M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L 的。或者面料它是比较 round neck 的，它的衣领是比较 round neck 的，比起我们刚才那个款是 U neck 的，这个呢，我那些尤其是不想露到这一边啊，这个叫什么肋骨的锁骨的，不想露这一边呢、啊、你穿这一件非常适合，它就刚刚好 cover 着了，然后加上它的袖子是这样子顺袖。我下午也搭一张这个给你看，我快速的换一换给你们看啊。你可以这样子配搭，一样是配搭得到的，就是你上半身的 cotton T 配比较 bright 的，然后下半身就配描述的颜色，一样是配搭得到的。 OK， 就看你们自己那一天想要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 Orange 和白 cotton 面料或是 VTR74， 最小的码是从 M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两个色，价钱只是49而已。 OK，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啊、下一个款是连身裙啊，这个连身裙一样是爆款回